就让他随便移随便砍。我们要怎么让广大台北市市民甚至双北市民去看待这件事情？你们能够想象吗？就是当大家都在看，而台北市树保做得很好啊，树保通过了啊，通过了，然后树就没了，通过了，树就被砍了，然后要罚款，就有议员就有委员出来关说，连罚款都不行，砍一棵树30000。那我想问一下台北市的各位委员、各位主席，哦，我想问一个问题啦。如果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台北市该叫我们新北市市民，甚至是这些双北市市民该如何施从，如何看待我们的树委会？到底是护树呢，还是建商的门神？谢谢。感谢刚刚有关广慈国安院那周边的居民长，还有护树团体的到场做一些他们的理念的一些说明啊，以及一些现况发生不对的一些问题的提出来。好，好吧，那谢谢他们。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请那个我们各位委员是来，就是针对刚刚提问的一些问题，是不是要非常还是要回答？那另外的，我先回答之前，我先做一个阐释。第一个是今天我们是处理树木移除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要不要移植啊？等等这些该做处理。那刚刚讲说什么要不要开发？那时候那个广慈国安现在已经讲很久，但是另外就是自发性的事情，跟今天开会的委员有些不相关，因此那个发言好像也不太对，所以我们针对住宿的问题，要不要移植？尤其那个是96项，有7棵，96棵是不是？60棵啦，有7项，60棵，有什么看法？各位我也可以提出来，或者刚刚有提到说，青年公园乱砍树，我早就第一次听到，这个文化局是不是？是不是要提出来？乱砍树是在哪里？或者有哪些？到底是最低层？那对这一点。那另外还有，刚刚我有提到，那个所谓的发表的人有提到，有议员去关说，我还第一次听到，到底这个问题怎样？你要把它查清楚。为什么议员可以到台关说啊？那就不用花钱，那有这回事吗？有5个，还有立委，那我们什么都跨区的都做圣考，依法行政，那怎么可以这样说？议员到了。如果没有议员到的话，那个树这没有道理，说实在，我刚刚听他有些发言是有道理，说实在，我们必须要检讨，要一视同仁，该通过的该怎么样，然后议员去就说啊，这个可以砍树，或者说可以罚，要罚高一点的话，议员去就罚少一点。有些行政裁量我同意，但是。不能假装说这个事情没有发生，那就不行。这个我们就要实在是来检讨。发言对，我们认为这要检讨，我们内部要做检讨。要说改进。那如果有哪些因素，我认为说，在大自然气候的改变当中，树木在那个地区是要跟它共存共荣，有些它是有感情的，跟地区的居民。如果施工的技术是可以做处理，那我认为这个应该要把当地的树木的那个保护列为我们施工技术可以闪的，可以避免的，那应该也可以把它留下。这个建议，这是我们在未来施工的技术当中开发出来的那个案，这是我们比较考量的。大概我的看法是这样。那其他请各位这个，还有一些。那个民众互助团体局长所做的看法，这案子我们是已经通过了，是不是？对，好，来，请来。
那个我想补充一下，因为昨天那个是青年公宅，我跟张医生委员有去现场看，但其实那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说，就是执行的厂商他其实在那两棵受保护树木上面，其实在配置上面跟执行都有损伤，所以其实这个后面会进入采伐会去做一些讨论，或者说看现场状况怎么处理。那还有像刚刚他们有提到说那个林视察说那个私有地址，其实我因为在现场。那个视察他讲的是私有地，他不是讲我有录影，我有录影。对，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可以被理清的。那还有像是刚刚有另外一位有提到说，我们树高委员说那个这个地方就是树，就是广慈博爱院的树是，基本上那一位他并不是我们委员，而是我们这边那个里的里长，所以说他的讲法是不要生气。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其实对于树木环境的一些关切度，绝对会是远远超过府内其他单位的。那这点我相信这是没有错的事情。那所以其他部分的话，也请委员一起提问。我有误会就把它讲清楚，讲清楚就好了。哦，那该我们的权责范围之内，我们要去做采访，要去做补救，我们就做补救。哦，那也欢迎各委员把那些去帮我们勘察的这些环境因素提出来。那该我们行政机关文化局或者哪一个局出来做的，哦，我们都愿意做，就是尽量把这个树木的。保护都保护好，好不好？好，各位其他委员还有哪些意见？反正他们那边去，啊，那那来听来听说，他们去关心。那因为原来是广慈的哈，那现在断跑这个青年博宅的这个部分，那刚因为何委员已经有讲了，我昨天也有跟何委员一起过去会看，所以我想先把这个案子做一个说明哈，之后再讨论广慈的这个部分，因为这个案子其实也是都发局的案子，它已经通过，就是在这个青年路180。是好，这边的这个佛城，那当时我们树保其实已经通过，就是两棵受保护树要原地，应该是说要移植，这个是已经通过。那它的问题是在于，就是说原来树保计划的这一个公司，原来讲的就是修剪的幅度跟要做全树型移植，那这个是经树保会通过。但是就是后来就是树保通过以后，这一家营造厂商他后来没有请原来的树保计划的厂商来试做，而是找另外一家的园艺厂商。那这个园艺厂商就是没有照原来树保计划的这一种修剪的幅度来做修剪，所以一方面就是它的修剪的幅度超过了1/10。那修剪的刀法跟位置也有不妥当的地方，那另外就是在这个根系的这个部分，因为原来是有这个围墙保护，它把围墙拆掉，那就变成造成根系的漏，还有就是原来的根有受伤，根系有受伤，所以我们当场是有提出这一些的这个问题，那所以他没有遵照这个树保计划来做这个执行，那所以照规定是一个要责罚。那最主要的问题，其实这两棵受保护树的修剪的幅度是还算，当然是有超过，可是就是还没有那么严重。那比较严重的其实是旁边的大概10几棵到20棵的非受保护树，那这些非受保护树的修剪就是幅度是非常的激烈，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树保团体现在关注的，因为他们不太了解说哪一些受保树哪一些会受保护树，那就是整体来讲就是看到有一些树被砍得比较严重，所以才有这样的这个抗争。大概是 整个问题是因为换了厂商以后，所以整个是做是有比较浮躁的地方，非常受谢谢委员的，那到现场来实地去关心接触，那我们在整一个树这方面的一些决议了，好，那你去帮我做听。那我刚刚那个树保团体有提出来，那我们就说是有误会的，那这是进入就好。那另外你说，
未来还是请各位在整个一个树保决议案是说，如果把我们这个督导现场看的话，还是要详尽的做一些记录，日后能够做后台。好，那还是要感谢，要公开那个记录要起来，那个就把记录非常清楚。那如果他们外界有质疑的话，我们可以拿出一些记录的一个状况拿给人家看，但是还是有记录，好不好？那接下来就是我各位，那你这边初步针对青年公仔，我们先做一些说明，感谢他的话，刚才一些补充，我们这边会看的现场状况。那办局针对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我们刚才去年没有要求减少做学生。那也会按照专业服务现场请教的这些建议事项，后续要求厂商加强各方面的要做详细的一些。那针对今天广慈的部分，刚才有请民众有发言到广慈有关于大道路96巷之后，新道树原地原址保留的部分，办理可以再往前承诺这些非受保护综合新道树的修建。我们现在因为已经有这个配置案的调整是在调整，这个都可以告诉我上线做去规划。那我们针对去年公园刚刚中华姐说出来的啊，那已经我们所以未来针对厂商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谓的监督处理的啊，那绝对会善尽保护树林的一个责任。那如果说因为换厂商产生误会，说是不需要。那刚刚那个有些当地的居民针对广慈这个问题，那刚刚那个中华局回应的，会把九十六项大道路96项的，那有关60棵的树会原地原址，好不好？那就没问题了吧？那各位应该就剩下，那我这个案子就照刚刚中华局说的，多的人还没有。对，我们这边好，谢谢大家，谢谢。朝外一行委员召开会议交涉，本市受保护树目并有较低草案之进行核实，本因依下列事项如无未缴交调研草案，预设的是全管单位长期致力于树木保护养护的工作。十六项。